们到沈阳的长白岛公园，这里面有很多跟我们一样出来玩的人，还有很多的小动物，还有植物。那这么好玩，我们先去看看怎么样？走。不过孙导给我们开出了一个条件，说让我们共同完成任务，每个人限时一分钟的时间呢，一共捞20条鱼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20条，不过这些小鱼都很聪明啊。你捞的时候我从那边帮你赶，我捞的时候你走帮我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开始游戏吧。嗯，郭哥姐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但是他们都不过来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去那边给你赶。哎，过来了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我去那边赶。你快！哎，啊！他们太聪明了，根本够不到。哎，就你了，一个。哎，4个。时间到了，我只抓到4个，接下来豆子姐姐要看你的喽。因为游戏真的是太难了，所以韩导给我们降低了难度，抓10条鱼就行了。蝈蝈姐姐只有4条，我再抓6条就可以了。来吧，让我来计时给你看。安静，安静。我准备好了，你呢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上，快走，快3条。快过去，快3条了。快过去，快过走。哇！小鱼，小鱼，快快，我帮你捡起来。我已经不知道我捞了多少条了，走！哎呀，我的时间还有多少？我的时间还有1半呢。发现1号多了，哎，他怎么了？他好像勾住我的网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下来了。快过他吧，时间到了。快！还没有，快点过。三。没用他们给我们减少鱼的数量，厉害了。那么第二轮的规则呢，是我们要限时20分钟之内，然后去跟10种动物合照，而且并且有他们的正脸。10种动物？对。他这样说挺难的。我觉得跟他们正脸是比较难，所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鱼放回去。对，你们回家吧。拜拜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要走喽，拜拜。嗯，快走。现在我要开始拍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猴子吧。我跟蝈蝈已经计时开始了，我们俩分头行动，我要到这边，他要到那边。喜鹊，我能跟他合影吗？小喜鹊呢？他跟我讲话，比我跑得很快。动物，是不是我在地上抓一个毛毛虫，在地上抓一个蚂蚁放脸旁边也可以？嗯，打开相机，打开美颜相机。如果你能抓到的话，我应该能。啊，不行，那个太暗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他没对着我哎。你看，这一大片都有好多好多动物。我觉得照任务这个任务吧，其实也不算太难，走吧。这个他肯定是面对我的，1、2、3，我们合个影好不好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嗨，不行，他不搭理我。那我从地上捡一个东西。小鹿，快快快快！哼，小鹿，这。现在后面是各种黑天鹅，但是他们没有面对我。哎，这个，1、2、3，
里有白菜叶，他吃这个。他是跳石的鹿，小鹿，哎，小鹿，我现在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狗，这个也是动物哎，我跟你照张相好不好？哇，我抱着你照张相好不好？这样，来，一，看我，哎，狗狗，看我，看我，这儿呢。我能跟这个小朋友要一个胡萝卜吗？你好，小朋友，能给我一点点胡萝卜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呦，有胡萝卜！来吧，小鹿，你到这里啊，一二三。啊，我怎么有六秒计时？不是，你等我。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我要用这剩的半个胡萝卜去喂别的动物。走，你看这边有骆驼。骆驼宝贝，我跟你合个照好吗？我完成了一个，后面还有鸵鸟，我要尝试一下，它爱吃胡萝卜吗？鸵鸟，胡萝卜，胡萝卜，胡萝卜不要钱，可甜可甜了，胡萝卜可甜了。你看这边有羊哎，我要跟他们合照。不看我哎！为什么？胡萝卜可甜了，嘿！啊！后期姐能给我配个音乐吗？在这炎热的夏天，雪花飘飘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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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胡萝卜，谁来了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礼物走来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脚踏祥云进来了。你们看那边有个大笼子，它是什么呀？我很好奇，我们看一下吧。这个呢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名字叫做松鼠猴，但是我都没看见它的影子，它应该是在洞里休息呢。为了不打扰它的休息，我决定放弃跟它拍照。刚刚用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，我现在已经拍了5张照片了。不过为了给豆子减轻他的任务量，所以我决定继续寻找下一个动物。来了来了，视频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找到5个了，你呢？5个？我不知道我找到几个了。我跟别人借了一个胡萝卜，我喂了好几个动物。啊，那。你拍照了吗？拍到了，我拍了梅花鹿，拍了马，拍了骆驼，没拍骆驼，拍了羊驼，拍了鸵鸟，拍了，没了，我再去找别的，我去找孔雀。啊，拜拜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他那边拍了4个，我这边5个，还差一个。他说要去找孔雀，不过不知道孔雀能不能配合他。我在这边看看还有什么动物可以拍吧。有一个开屏的孔雀，他应该会看我吧。孔雀，我有任务要完成，你看看我吧。看我了，孔雀看我，快快快快快，我有任务，看我，一二三。5只，我也是5个，我就差点把地上的蚂蚁抓起来喂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第3轮吧。好，等等。那我们这个是玉米杆儿，爆米花啊。我们要用这个去喂小动物，但是最后一个任务，我要跟这个骆驼来比谁吃得快。如果我吃得快，这些就都可以喂动物了。我慢点喂它吧。你看它两口没了。没事，我慢点喂它。好，慢点喂啊。嗯，预备，开始。快吃啊，快吃啊，快点快点，豆子加油，豆子加油，快点，豆子马上咬到我了，耶，我们成功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拿着这一袋子去喂动物喽。
喽，小马，我现在要喂这只小马啦。嗨。哦，看来他更喜欢胡萝卜。你看，这有一只大牦牛，你要吃吗？我张了好大的嘴。吃吧，给你，都是你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今天小马睡午觉了。太可爱了，想把它抱回家。耳朵还在动，哎呀，做梦了吧？你别吃了，你给它留点。我一口，它一口，乖。它一口，你还能一口吗？我就都给它，它一口也就都吃了。今天在这里喂了好多好多的小动物，你还要吃吗？你给它留点吧。我一口它一口呢。那我们今天玩的也非常开心，漫天飘舞的柳树龙。我希望以后咱们可以多拍这种上外面看动物啊，去游乐场啊，去游泳馆呀、去玩啊。哇，真是太好玩了！哇，这个柳絮像下雪了一样。我们快点回去吧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哟。明天见吧，拜拜。